你夹夹走了，你夹走夹走吧，这张是不是可以？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胖达谦啊。现在我们在常州，峰哥安排常州最贵的自助餐399一位啊。我们来品尝一下啊。差不多。看阿谦吃的有实力的话，给我扣一啊。万水千山总是情，给胖达谦点个关注行不行？使使劲，鼓一鼓。这属于蒜香羊排啊，上面有一种蒜末啊，哇，闻着特别的香。这张是不是可以？留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红花的美丽。浓浓的香味啊，咬上来看，没有这个特别的膻味。咱们一定啃干净啊，不能浪费。好二郎浑身是胆，399元的自助真的是没得说啊，食材真的东北话绝了，真是一分钱一分货，爽。把这个牛肉倒点料汁，这个五花肉就不能蘸料汁了，咱们直接吃。它这个五花肉烤出来非常筋道啊，有点东北话，有点干巴的感觉啊。哎，太香了！哇，这牛肉质量确实好。三文鱼啊，小石的最爱。他们家三文鱼是真的好。往日情景再浮现，藕碎断了丝还连。吃蔬菜，吃肉，这连上课的。荤素搭配，吃着不累啊。吃点肉啊！你要吃剩菜，回去再去吃。吃到我到下面给你买，10块钱给你买一斤，你再给你慢慢吃来。阿杰吃剩菜，一切都吃肉，多吃肉。阿杰吃剩菜能吃出肉的感觉啊！今天我们吃这个399元的自助餐，属于是烤肉啊，可能不是红锅，这肉的质量真的非常的好，全是 M 级的。太香了，哇，太好看了！要等一下，哇，这个虾肉质真的很新鲜。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，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真的很漂亮。愁情烦事别放心头，这个虾我最起码能吃几十个，因为要虾。感谢我峰哥牛仔骨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减一半啊！来来来，那个里面。小志很喜欢吃虾，我刚才点了一份黑虎虾，真好吃。看这个虾大不大？哇，太过瘾了！质量就是好，肉的质量一点都不差。他们家的菜品质真的很好，贵有贵的道理。398一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超值。牛排来了。
这才叫真正的牛排，哈哈。好的牛排，一大伙能不能吃出来啊？合成的有点面面的，像那个午餐肉的感觉，是不是？今天啊，我一点这个海鲜我都没有点，因为它这个牛肉的质量太好了，吃着也过瘾。咱一点海鲜不吃啊，咱就吃肉，一天不吃肉浑身都难受，两行一个数干就完了，是不是？今天三丰真到位啊！爽爽，牛肉小朋友，我们来一个酸菜肥牛锅，朋友们啊，吃点蔬菜啊。好像一种朝族的那个朝鲜的辣白菜的味道，是吧？嗯，尝吧，放肚，里面还有点米粉，哇，这里面是白菜，白菜不如白菜呀、啊。哥几个他们都已经吃饱了啊，阿谦的饭量也比较大，怎么说呢，没有吃饱，最后咱们来一碗面条啊。牛肉你不吃，就是吃面，但是他这个面条是冷面做的啊。分钟要吃，油味比较大啊。朋友们啊，此期视频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你们啊，今天吃的太好了，这个肉质真的吃的真的开心，也是非常的快乐，真过瘾啊，明天我们北京啊，期待北京的视频，拜拜。